今天这道菜超适合七夕前懒对象做给您吃，三件套去腥，蚝油、黑胡椒做底味。土豆片记得要泡下水，要不然卷的时候容易断了。面衣调制的比例有放在屏幕上咯，土豆虾卷均匀的裹上去，等油冒小气泡了就可以下锅炸啦。在炸的时候，我们来做杯西瓜养热锅，两片柠檬带来清新的香气，最后西瓜封个顶，完全炸透后捞出，撒上自己喜欢的调味料。听听这声音，看看这横截面，你忍得住吗？追剧的时候来上一份，超惬意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